Get ready with me 很可惜没有办法录声音的原因，是因为你没有听到那个背景的声音吗？就是外面有一个很吵很吵的感觉，是机房运作的声音。因为我这次跟我爸妈一起来嘛，然后呢，我爸妈他们房间的时候好像我妈选到低楼层的房间，所以我想说我 check in 的时候我就跟我妈一起选低楼层的房间，所以你们就听到背景这个的声音。所以我刚刚本来很想要录声音，就跟大家聊个天啊，讲一下我在 Vegas 啊什么什么的，结果背景声音真的太吵了，所以我就没有办法这样跟他聊天。但是我也很久没有录就是没有讲话声音，所以我也觉得蛮神奇的。然后呢，今天其实是我在 Vegas 的最后一天，等一下我跟爸妈他们去吃个早午餐之后呢，就要飞回加州，我想说飞回台湾。所以今天是我在 Vegas 的最后一天。然后每次大家可能都会问说，为什么我在 Vegas 没有录影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我在 Vegas 很少出去外面有什么行程，我大部分可能都是小赌小酌，就是跟朋友就很 relax， 没有行程的很好。所以每次大家说可不可以录影，我都觉得真的很难录影。然后我这次住的饭店是 Venetian。我觉得跟爸妈来玩，我会比较推荐住 Venetian， 因为 Venetian 比较有那种
你知道那种风情异国风情的感觉。但是我之前跟朋友去，如果是小赌，就是为了赌博小赌小桌小 happy 的话呢，我是住 area 是其实就有点像商务酒店，你把它整栋搬到台北住进去感觉都没有什么差的感觉。所以我跟爸妈来的话，我这次还是选择 Venetian 是我住第二次。然后这次因为我们是低楼层房间比较像是 accessible room， 所以他这边的房间，这是我的房间，然后这是客厅，那边是床，然后他这边是看这里，就这个入口呢是没有凸起来的。以前我上次住的是有很明显的分成一个高一个低，这次是没有的。然后我可能没有办法跟大家闲聊太久，因为等一下差不多是 check out 时间了，所以我现在要赶快把行李看这个东西搜一搜，然后就要准备 check out。 然后呢等一下可能会录影吧，就是可能会带大家去吃一下我们在 Vegas 吃的最后一餐早午餐，然后吃完之后呢就要搭飞机回加州啦。好，差不多是这样子，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的 Get Ready With Me， 还有大概大家去看一下我自己出国搭飞机可能化妆品会带哪一些类的，就是我觉得比较适合我的，就是你知道跟爸妈出去要漂亮一点。好，那就先这样啦，我们等一下见，拜拜。我想说还是给大家看一下厕所长什么样子好了，其实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地方。好，然后就是你走进去呢，这边是卫浴的，可是其实我上次住的它其实是有干湿分离的两个，但可能是这个房型的关系只有这个。然后这里是洗手台，就是我喜欢这个花纹，然后蛮中规中矩的，就是这些东西。嗨，我第二天穿的是黑色的，我昨天 po 了我穿的黄色的照片。我穿黄色的时候我觉得整个人气色非常好，所以我还蛮喜欢黄色的那一件。然后这就是厕所的地方，然后还放了一个体重计，觉得很过分。这是今天穿的衣服，跟昨天穿的一样，只是黑色的，然后一样穿宽裤，叮叮，一定要穿宽裤的、啊、要坐在那边很休闲的感觉，就是这样子。刚刚把包包 check 了，所以呢，现在那个照相机不在我这边，接下来都会用手机录音。Venetian。老爹。Hi, good morning. 叮，我们要去吃好吃的早午餐哩。在餐厅里面，然后餐厅长得很漂亮。食物来了，你看我点的这个，给你们看一下哦。没办法翻，我点的这个是 sausage hash， 然后这是 spinach and omelette， 然后我爸吃的是 American， 这是 American 早餐，噔噔噔噔。看起来超香的，我要来吃一口那个蛋 sausage hash。 嗯，哦，它的 sausage 很好吃耶。